27日晚，音乐顽童庾澄庆现身上海大舞台，为上海歌迷带来了筹备已久的《我要给你》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首站。一曲激情四溢的《我知道我已经长大》拉开了整场演出的序幕。作为20年来首次在上海举办歌唱，哈林为了此次的演出抽出了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来准备，希望带给歌迷全然不同的视听感受。出道近30年，庾澄庆的代表作数不胜数，所以这次的演出，哈林也特别与大家一起回顾了自己的音乐路程。想念、伤心歌手、热情的沙漠等好听的歌曲都在现场一一呈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庾澄庆的爱徒吴莫愁也作为演唱会嘉宾现身，两人一起合作的《我要给你》瞬间就引爆了全场的气氛。曲唱罢，全场突然暗灯，与哈林相守的大山、金池等一些学员们也来到现场，为导师送来了生日蛋糕。原来演唱会的第二天，7月28日，就是庾澄庆52岁的生日。那英、汪峰和张惠妹也通过 VCR 表达了生日祝愿，让一向感性的庾澄庆激动到潸然泪下。说老实话，我是不太这个喜欢当众过生日，因为我觉得其实过生日就是母难日嘛。没有了，没有。然后这生日过一年啊，还有很多年，就少一年了。原来又年轻一岁了，又年轻一岁啊。对啊。